在三年级时，你会害怕跟新老师单独讲话吗？会。我们所要改变的问题是，升上三年级，我们导师换成新的男老师，有些同学会怕老师，不敢单独和老师讲话。我们想如何拉近老师和同学之间的距离。会吃醋。我想说你就敢吃醋。第一次和老师约会时，吓得不知道要说什么。现在我不会害怕老师了。谢谢同学安排这一次甜蜜的约会。因为想和老师约会一次，但同学还想和老师进行第二次的约会，后来想和老师答应了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老师一起约会哦。